千万别来狮面山，那里除了美丽的山水风光和豪耍的娱乐项目外，最重要的是有打野的秘密基地。来了你不耍两天肯定是舍不得走的。那次官方组织了那个夺笋大赛，邀请了那么多将军的博主参加。来瞅瞅大家认识几位啊？我作为一个专业的打野博主，今儿个必须为大家露一手。别碰，哎，神剑拿起来，这是第一个，好漂亮的果子，哎，哇，哎，哎呀，好爽，哎，哎呦，发现一个，感觉我们今天就像特种兵一样，哎，哎，又是一个大孙子，这些挖两个好节目，我来吃一下，结束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，算了。哇，你看呀，这个好嫩，看一看，他们说这个绳子是甜的，真的这样，看上去真的，嗯，真的有点甜，真的啥，有股清香味，哎，对呀，耶，亲亲老公，我知道我给你拍专辑了，好大一个，晚上的饭呀都同意了，好，四面山的茅台被拉着，绝对给你安排好，你下手哈。好大一个，喂，哦，是，哈哈，好重，喂，接到手，快到兜里来，一出一个，哎，哇，我跟你说，打野必须要心灵手巧，眼睛尖，哎，哇，这个好冷，哎，哇，看一下吧，哦哟，阿哥，那回就不得第一名了，哎呀。谁在把他拿下？好，我又看到下一个目标了。看到没有？哇！啊，我背不起了。啊，上面不得很，怎么玩？我先把它挖了来。今天的第一名我是需要拿下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我们是职业打野刘青云。嘿，今天倒下，全是巨大无比的。看我那个眼睛，嘿，就跟那晚上的猫一样，闪闪发光。拿下，下播了。看，哎，打不起太重了。哎，哦，怎么办？难怪我每回打野都遇到装备不行呢，现场把它修理一下了。哎，好三，哎，哎，怎么打一个？哎，哇，还给你了。哎，又拿下。轻轻松松，那我的钛合金双眼跟他扫描一圈，这里，嘿，啊，接个壳，啊，嗯，玩了两个小时不得了，我能把那个山都给他挖垮，要是早些年有我了，一个都不能遗憾了。哎，一出拿下，哎，太多了里面，根本挖不完。又拿下一个，哇！哎呀，舌头拿不起，起码十来斤。等我们先撤退。哎，这里还有蘑菇，这是什么菇？你们看一下能不能吃？看没有？我全部干掉了。多年富贵打野的经验，直接跟他一堆，一起走。今天吃算了，肥都被消了。哇、哦，看一下我们的收获。哇、哦！哇塞，刘青云带你打野，绝对凶得起爆。好，开始装。你先把小的装下面。我觉得需要喊人来帮。看到没有？还有好几个，全部下好了。等我们再抱一堆。哎，嘿，啊，好重，走啦！夺笋大战，这绝对是第一名。我们来了！啊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先生帮帮，谢谢他。大家应该都见识了我的实力了吧？要是有这样的活动，可以带我一起哟。好了，不说了，这么多储存美食，我要去干饭了，让我尝尝市面上的新鲜美味儿。